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学习《群书治要》，请看第78条。前相曰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这句话出自《群书治要》卷一《周易》。这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乾卦。象传说，乾卦象征天道运行的刚健而永恒。君子应当效法天道，自我奋发图强，永不止息。我们知道《易经》啊是六经之一，而且是中华民族最悠久的一本经典，被称为群经之首。六经，诗书礼易乐春秋，也是孔老夫子啊教导学生的重要经典、重要依据。而易经啊，也称为六经之首。易经啊，是从伏羲氏画八卦，周文王把它延伸变成了64卦，然后文王写卦辞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周公写爻辞，后又经过孔子注解，把整个《易经》的义理彰显出来。所以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提到："易道深矣，人耕三圣，势立三古。"告诉我们，《易经》里含摄很深的义理，经过了上古时代的伏羲氏。中古时代的周文王，夏古时代的孔子，这三位圣人才得以完成。孔老夫子在诠释《易经》的"易"字时啊，这样讲道："易，无思也，无为也。既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"这里的"易"，其实就是《中庸》里讲的天命之谓性。也就是我们的性德，宇宙的本体。用佛教的话，就是自性、佛性。亦无思也，无为也，既然不动，就是六祖所说的。六祖慧能大师啊，见性之后啊，说了几句话，说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。本自具足，这个无思无为，既然不动，就是本自清净，本自具足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所以这个理啊，都是相通的。我们学习圣贤教诲，目的就是要回归自性，回归本性。但是要回归，从哪里入手呢？大学上告诉我们啊，要明明德，必须从格物入手，要把习性放下，要把分别执着放下，甚至要把起心动念放下。孔子说"易是无私也”，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要把起心动念都要放下，才能寂然不动。这个就叫何其自性，本不动摇。可是又能生万法，这个寂是空寂，空了之后才灵，可以感通。它不是死寂，死气沉沉的。那么这种境界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只有证悟之后，你才能够明了。那我们学习圣贤经典，按着经典去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最后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为正方知。你契入了，你证到了这个境界了，你才能真正明了。所以，人的执着越来越淡，才会越显得有智慧。心上越是没事儿的时候，
突然有人要跟你讨论什么问题，你讲出来的话呢，是非常有智慧的言语。假如这个时候你很烦，很多事情都搅在一起，人家跟你讲话呀，你说我烦着呢，别吵我。不要说帮助别人，不骂别人已经很好了。那同样是你，为什么状态差别这么大呢？原因就是本自清净，人欲望越少，心越清净，智慧就彰显。本有的智慧，它会一点一点的透出来，这就是烦恼清，智慧长。具体一点的讲啊，这个意有三重含义。第一个就是变意，我们看世间的万事万物啊，现象是变化莫测，刹那生灭的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不异，虽然现象是刹那生灭的。但是有一个不异的本体，有一个不异的规律，不异的道理。第三个呢，就是简易。我们讲大道至简，它本身并不复杂。所以，我们看《四库全书》，内容很丰富，但是啊，可以用12个字概括它的内容，那就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那我们看这一句话，说乾，相曰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这个相呢，就是指相传。孔子做了10传来诠释《易经》，哪10传呢？那就是彖辞上下2传，象辞上下2传，系辞上下2传。接着是文言，文言是专门解释乾坤的，然后是说卦传，这个是谈八卦的道理，再来是续卦传，讲整个64卦排列的道理，还有一个是杂卦传，杂卦就是把两两相对的卦并在一起。变成32个组合，比如说太卦和匹卦是一组，刚好两两相对，谈这32卦组合的道理，这个是杂卦传。彖辞上下传，彖就是解释卦辞的，这整个卦还有整卦的意义，是彖辞在解释。象辞，它是解释整个卦的形状延伸出来的意义，所以它叫象。它解释每一爻所产生的现象的意义。所以象传啊，它的内容比较丰富，64卦都有象辞，还有384个爻也都有象辞，而且还不止384个爻，总共呢是346个象辞。《易经》这一部书啊，孔老夫子一直在深入研究，所以孔子读易尾编三绝，可见得这部书他翻了好多次，连绑书的牛皮带都断掉了。孔子是圣人。还要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读《易经》，学圣贤经典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所以要深入经藏，契入圣贤，就要下更大的功夫。特别是年轻人啊，不能够蹉跎岁月，一有时间就赶紧读书学习。当然，读书呢，要读经典。读经典还要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个方法要对，才能够事半功倍。那么这里讲乾卦，象传说天行健，行就是运行。那么天的运行是什么呢？
我们看呢，春夏秋冬气象的转变，日出日落，永久不停止，没有一天是休息的。那君子效仿天道，就要像天这样自我发愤图强，永不止息，甚至连一天都没有休息的，这样才能够学天道，才能够学得好。正如在《中庸》中所讲的，至诚无息。为什么强调无息呢？《中庸》上这一段话呢，把这个无息的意义啊、作用讲得特别的清楚。他说啊，不息则久，久就是长久。天的运行没有休息，没有休息才能够长久。假如我们做了一桩事情，做了之后又停止了，这就不算长久。长久就是一直做下去，不要停止，这个就叫不息。为什么不能停止？因为我们做事情啊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一做就能够做成功，所以必得要有恒心，一直做下去，做久了以后，效果就出现，这个就叫久则蒸。蒸是什么呢？据郑康成的解释啊，这个蒸当做效验来讲，效就是有效果了，有效果怎么看出来呢？有验证，这个验就是有效果来验收，征就是征候，有效果表现出来了，就有现象，那就是一种征候，说明那个事情啊能够有成就了。就比如我们拿煮饭来说，把生米放进水里之后，到锅里去煮，这个米和水啊，不是你一放到锅里，它立刻就煮熟了。必须要有一段时间，让锅里的水先煮开，温度啊，持续的保持，把这个米渐渐的融化，慢慢的才由生转熟。假如我们把这个米刚放到锅里几分钟，哎，再拿出来看一看，这个就叫稀了。那么这个稀就煮不熟了，所以不稀则久，你要把这个米一直煮，一直煮，直到煮熟了，煮成饭的时候就有蒸。怎么蒸呢？你不需要打开锅盖啊，看一看，煮到一定的时间，你就可以闻到米饭煮熟以后的那种香味儿，这就叫蒸。煮饭是如此，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。不止息的，有恒心的坚持一段时间之后，就有蒸候效验。蒸则悠远，因为得到效验之后，就使人的信心增长了。哦，知道我所下的功夫是正确的。这就跟人走路是一样的道理，你一直走过来，你看到路标了，知道自己的方向是对的，这个时候就有信心，一直往前走，这就是啊悠远。我们学道，无论是学儒家还是学佛法，目的都是要成就圣贤。这不像煮饭那么简单，要走很长远的路。在刚开始用功的时候，不能间断。能够不间断的用功，效验就出来了。有效验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坚持在这个修道的路上一直走下去，直至成圣成贤。那在刚开始用功修行的时候啊，
要经常醒察自己这个功夫是用的对还是不对。怎么醒察呢？一开始用功来学的时候啊，心里感觉到很快乐，比一般世间人处事待人更有智慧，不是烦恼重重。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啊，理得心安，感觉到一种清安。对待一切人都是用一种很和气的态度，这就是一种笑靥出来了。这就是修道人修行得力的真厚。假如我们虽然在修道，但一遇到事情，心里含起嗔恚，还会有烦恼，不是为这种事烦恼，就是为那种事烦恼，或者听了别人说我们的坏话，毁谤我们心里就不高兴了，起烦恼了，甚至呢，生气了。这就说明我们的功夫还用得不好，就需要很快的调整。怎么调整呢？反省一下，我们学的这个方法对不对？是不是在学习的中间懈怠了，使得我们的心思又回到没有学到之前和一般人的心思、处事待人的方法一样了？学道人的心思是什么样的呢？在中庸里讲，要至中和。什么叫中呢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。喜怒哀乐都没有发出来的那个状态称为中。这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退而求其次。发而皆众结谓之和，也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呀都发出来了，但是没有过分，能够符合于理的节度，保持和的状态，这个就叫发而皆众结谓之和。所以呢，发出来要有功夫把它控制，不能够让它继续，要有节制。假如我们在家也好，在社会上也好，和别人来往，动不动就有喜怒哀乐，有傲慢嫉妒，自己还控制不住，这就谈不上和。比如说别人赞叹我们几句，我们就喜形于色；别人挖苦我们几句，批评我们几句，或者不理睬我们，我们心里就难过，就不高兴，做不到八风吹不动，那我们的功夫啊就不得力了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呢，时时刻刻检查自己是否确实能够做到中和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不到中，但是啊，无论如何要做到和气待人，包括自己的存心一定要和气，跟任何人相处都要和谐。最初呢，可能是勉强，勉为其难，慢慢的由勉强而做到自然，这就是真。真后出现就能够悠远，这个悠啊，就是当久字讲，长字讲，就能长远。这个路就可以一直走下去，一定能够走到圣人的境界。这个是拿修道啊来比喻。悠远则薄厚，悠远就是长久了，你用功不止息，有前面这些真厚出现了，自己的信心也有了，就觉得这个路啊可以一直走下去。长远的路一直往下走的时候，就达到了薄厚。这个薄是很广大的意思，无论你的心胸和见识都很广博。厚呢是深厚，无论你的德行和学养都很深厚，
既广大又深厚。那我们不仅仅学到在世间办事情的时候啊，也一定能够办好。为什么能办好呢？因为你有薄厚。薄厚再进一步，则高明。高明，这个高啊，是拿一个物体的高度来做比喻。明就是光明，是拿照得很清楚来做比喻。薄厚则高明，就是说你日积月累的求学修道，那么你无论是说话办事，就和一般人不一样了，你就比别人高明。你办事情的时候，别人不一定办得成功，你一定能办得成功，而且非常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学了圣贤教诲，是按着规律办事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比如说我们学了易经，知道牵挂六爻节吉，世间的人有了成就之后就容易傲慢了，一傲慢啊，对人瞧不起了，给自己的人生啊带来了很多的障碍，所以就是处事成障。那我们学了之后呢，知道越学越谦虚，越学越对人礼敬，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。而这个爱呢，这个爱是一个感受的受，中间有一个心字，看到它就是告诉我们要用心的感受对方的需要。所以什么是爱呢？爱就是用心的去关心，去在意，去付出，而不是占有和控制。所以爱的感觉确实是温暖的。当你爱人爱的自己也痛苦，别人也痛苦的时候，那肯定就不是爱了，那就是占有，是欲望，是控制。所以一个人心中有爱的时候啊，你看他自己是温暖的，带给别人也同样是温暖的。那么这呢，就是我们学了圣贤教诲，比别人高明之处。所谓的高明，就是你看事情比人家要高，你处理任何一个问题，你有能力把它解决好。一般人往往一遇到问题啊，很难解决。为什么难解决呢？因为没有这个明。怎么样才能有这个明呢？这个明是从自己内心里智慧开显之后才具有的。那为什么一般人不能够明呢？因为他没有学道。没有学道啊，处理任何事情都是从自己的私心来考虑。当你有自私自利的时候，你就不明了。所以你要有明，你要学会处理事情，不从私心考虑，要为大众来做事情，以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明。所以这个智慧啊，是我们自性本有的，再圣不增，再繁不减。但是一般人呢，因为有自私自利，把自己本性的智慧给蒙蔽了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利令智昏，利就是私人的利益，有私人的利益放在心上的时候，就把你自己本有的智慧给障蔽了，变成了昏智了。那个昏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？就是我们一般人说的那种小聪明。那个小聪明要用出来，专门是损人利己。用这个小聪明来办事呢，其实根本利益不到自己，处处是障碍，他是办什么事啊都很难成功。所以我们修道的人不是为自私自利，我们就不会利令智昏。
我们的智慧是明的，明智。有了明智的话，我们看事情才能看得明白，做事情才能够容易成功。就是你办政治啊，也一定是国泰民安，天下太平，并且能够持久。就拿说话来说吧，你说一句话，说任何一句话都是对人家有利的，也就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。所以古人讲啊，真正修道人修道有成就的时候，就能够做到一言而为天下法，说一句话就能够成为天下人的行为法则，让天下人都来效法他。这就是古人所讲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中的立言，在言语上能够成为不朽之言，让人家照着你的话来求学，学到这句话就能够给自己带来真实的利益。这就是说话高明的地方，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人今天说了一句话呀，到明天又把这句话给推翻了，昨天说的话到今天就不算数了，自己不认账了。这怎么能够让人把你说的话当成法则呢？所以言语啊要谨慎，它的高明就高明在它是出自于真诚心，出自于真诚心的言语才能够为万事施法。那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，我们说话呢还不能够成为天下人的法则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把圣人的话介绍出来，我们的言语呢要按着圣人所说的去说。果然我们这样做了也就高明了。那我们办事呢要按着圣人的教导，按着弟子规上的教导去做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，那你也自然比一般人高明了。那么下面就讲博厚，博厚博到什么程度，厚到什么程度呢？博厚所以载物也，高明所以富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这也是讲博厚、高明、悠久三者的作用。什么作用呢？博厚所以载物也，这个载就是承载，就好像一个车子上面可以载人载物，这个物啊包含了万事万物，任何东西都可以承载。所以这个里边讲博厚，比如说我们求道之后啊，求得了之后，修成了之后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要载物，是要用来载物的。那么载物为什么需要博厚呢？一个人修到了博厚这种境界，就是任何一个事情，任何东西加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都可以来接受，都能承载。高明所以富物也，这个富啊就是覆盖，这个字呢也是一个比喻，一个东西把它覆盖起来干什么呢？就是保护它的意思。高明所以富万物，那就是啊它可以真正的保护万物。也就是说呢，万事万物只有在高明之下才可以得以保护，就像一个保护伞，使它不受外来的侵害。悠久是什么作用呢？
所以陈物也。悠久就是长久不断的，不停息的去用功夫，不断的去学习，所以成物。成就是成就。无论做哪一件事情，学任何东西，明了任何道理，都不是短时间能够成就的，一定要长期用功，长期学习，这样才能够成物。所以博厚高明悠久是载物覆物成物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。圣人的博厚高明已经到了极处了，圣人博厚的这种至诚之德，拿什么才能跟他相比呢？只有拿大地来相比。所以讲博厚配地，像大地这么博厚，可以跟大地来相比，这叫配。配就是圣人的这个德跟大地能够平等，可以相配。那么大地有什么特点呢？大地一个最重要的特点，最明显的特点，它就是平等的德。你看我们人生长在大地之上，大地能够承载，其他的动物包括毒蛇猛兽，这个大地也同样能够承载。所以任何一种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不管是好是坏，大地都一律平等的来承载，这就是大地的德。万事万物，大地都能够负荷，都能够承载，而且还丝毫没有承载不了、负荷不动的感觉，这就是大地的德。那么拿这个大地呀、来比喻圣人，圣人可以载物，圣人的德可以容纳一切的人事物。所以古人读书人有一句俗话说呀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比喻宰相的肚量啊，能撑那个大船，再大的船，再多的船，都可以让它从这里经过，你都可以容纳它。这是说比喻，这是讲呢，圣人是无所不容的，圣人的这个德就是能够容忍一切人，宽纳一切人。所以无论你赞美他也好，你毁谤他也好，批评他也好，嫉妒他也好，排斥他也好，甚至陷害他也好，一切的一切他都能够容纳。所以舜王为什么能够对后母、对兄弟三番五次的要折磨他、陷害他于死地，他都能够反求诸己，没有去打击报复呢？就是因为他已经成就了圣人的德行。他就像大地一样，对爱我的人、恨我的人、爱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呢，一律一律都是平等的接受。这就是我们尊敬的上敬下空老教授经常所说的，在自己的一生啊，没有自己不能原谅的人，没有自己恨的人，没有自己不爱的人。这就是圣人的德，博厚配地，他的德行能够和大地相配。其实讲到极处啊，连这个大地还比不上圣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天灾人祸很多啊，你看这个大地啊，还有地震的时候，圣人没有这个样子，
圣人是一切完美无缺。高明配天，圣人之德，这个高就是至高无上，这个明就是大放光明，都是从自己的天命之性里开发出来的。它可以配天，天的高明可以覆盖万物，保护万物，这就是圣人之德。那我们学习圣人呢，也必须得这样去做，这样去学。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圣人那个境界，但是我们说话也好，求学也好，办事也好，处事待人也好，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，才能学得好。一说话，一办事，就要想到高明配天。一与人来往，跟人接触，比如说你跟人家要辩论的时候，有所争执的时候，要有冲突对立的心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到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就要想到我们要学圣人，我们的德呢，就必须像大地那样平等的容纳一切人事物。这样学啊，才是学得正确，这个路呢，才走得正确。悠久无疆，无疆就是没有界限的，没有止境的。你一直一直照这样走下去，学天的那种高明，能够覆盖万物，保护万物；学大地的这种博厚，能够承载万物。什么时候这样学呢？悠久，悠久就是永久的、长期的这样做，而不是做一天两天，高兴的时候我就做，不高兴的时候就意气用事，就不做了。吾疆的疆，孔颖达的书解释当穷自疆。吾疆就是无穷的，没有穷尽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意义。但是这个疆啊，我们也可以扩展的来理解，也就是我们学博厚，学高明，博厚高明，讲这个天地。虽然在经典里面呢，这个地是指着我们这个地球，指着我们这个大地，在讲天的时候呢，只是指我们这个大地上的天空。实际上啊，就天命之为性而言的这个天地，何止我们的地球呢？那是尽虚空变法界，无穷无尽，这个空间是无限的。可以说虚空有多大，那个天就有多大，虚空里的星球有多少，这个地就有多少，这才叫悠久无疆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自信。那我们学圣人的博厚高明这个德，我们要回归自信，就必须把自己的心量放开，我们就要这样学。为什么这样学呢？因为这原本就是我们的本性，也就是中庸上所说的天命之为性，这个天性是无限的，大的无有边际。所以我们必须把心量这样放宽了，放开来，我们要学这个博厚，学这个高明，心里没有任何界限，这样才能够悟到我们的这个天性，我们的这个佛性，我们的这个本性。假使我们学博厚，学高明，心里还有个界限，还有分别，这个人我爱，那个人我不爱，这个人我喜欢，那个人我讨厌，那我们就悟不到天命之为性。换一句话说呢，
我们就不能够开悟，不能够见性，不能够回归自性。下面，如此者，不现而彰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。其为物不二，则其生物不测。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幽也，久也。这一句话呢，是总结。如此者，就是你学博厚、学高明，而且悠久无疆的这样学下去，效果是什么呢？不现而彰。这个现啊，就是读现，不现就是看不到，现就是出现了。就拿我们学圣人之德来比喻，果然我们这样悠久无疆的学习，虽然那个道德还没有出现，人家还看不见，但是呢，不现而彰。这个彰啊，当明显的显字讲，彰显。虽然这个境界还没有出现，但是事实上已经有彰显了。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天象来比喻，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啊，那是大放光明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光明。但是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比如说在清晨，天刚刚明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明跟夜里的黑暗是不同的。黑暗的时候啊，是一点光线都没有，但到了天明的时候呢，那个黑暗没有了，那个天已经发明了，它这个明也见到了，这个就叫彰。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那是大放光明，但是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的黎明，那个天已经发明了，已经不是黑暗了，这个就叫不现而彰。那么在中庸上讲啊，我们修中庸之德，学这个至诚的时候，虽然这个境界还没有到达，至诚之德还没有出现，但是也已经有了彰显，已经明显的发光了。能够做到不见不现而彰，那也是很不错的境界了。不动而变，比如说就大地而言，大地呀，能够承载万物。我们现在知道啊，大地是在运转，是在运动，但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人不感觉它在运动，可是大地上的万物呢，还是生长得很正常。万物是各逐其生，各得其所，这就是不动而变。就天而言，我们看天也没有动，但是天有春夏秋冬四时，阴阳这两种气候也在那里不断的在转变。我们在天地之间呢，感觉天似乎没有动，地好像也没有动，但就是在这不动之间有变化。万事万物啊，其实都是刹那生灭的。而我们作为人，他的生理心理也是刹那生灭的。这个时候的念头和前一个时候的念头都不一样。所以你怎么能够想去控制，想去占有呢？你明白了这个事实真相呢，控制占有的念头就放下了。你看，你连自己的身体，连自己的念头都控制不了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控制的呢？万物顺着四时而生长，也是在变化，这些都叫不动而变。无为而成，这个无为是什么呢？为
就是行为，行就是行动，有行动，有作为，这叫有为。无为是什么呢？没有一切的行为。那这是怎么理解的呢？我们还是拿天来做比喻。凡是有为的话，就拿我们人而言，言语，我们要讲话，这是有为的。我们身体在那里运动，也是有为的。我们用手来做事情，它还是有为的。但是我们看那个天空，天空有没有在说话呢？所以孔老夫子说啊，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大地有没有长手脚呢？也没有。也就是说啊，天地既没有言语，也没有四肢在那里运动，没有一切的作为，这就叫无为。但是就在这些无为之中而成，而成，成就什么呢？而成的，就是我们这句话里所讲的天行健。这个行健，我们可以通过天象来加以体会。天虽然是无为，但是它借着这个气象来展现春夏秋冬四时的不同。虽然是用气象展现四时的不同，就天而言，这个天它还是无为的。地球呢？地球也是如此，它承载我们人类，承载万事万物，它没有说一句话，也没有用手脚来替我们服务。但是一切事情都是由大地配合这个天气来成就的，这叫无为而成。为什么无为才能够成呢？凡是有为的，都是有限度的，因为有为就有所不为，有知就有所不知，必得无为才是无限度的，达到无所不为。所以古人他让我们求无知，为什么求无知呢？因为你有知就一定有所不知，当你达到无知的时候，它起作用才是无所不知。所以道家讲无为而无所不为，佛教讲般若无知而无所不知。这个般若智慧啊，它本身是无知的，它起作用才能无所不知。那我们拿这个来解释圣人的道德。圣人的道德跟我们一般人的道德不同。我们一般人做一些善事啊，还希望对方报答我们。这个就是古人讲的唯德不纯，这个道德不纯粹。圣人这个德呢，圣人做出一切有利于人的事情，既是平等，又不希望自己将来得到好的回报，好的福报。圣人他没有这个意思，他是尽量的付出，不要回收的，尽量做有利于人的事情，而且是永久的，没有条件的，大公无私的去做。这个德就叫无为。而这种无为呢，是本性里面的本自具足。本性是无为，由本性出来的德表现出来，那就是他做任何事情都像天地那样，没有任何界限，没有任何条件，而且还不求回报。并不是说啊，我替我们国家的人民来做的，我的国家的人民我就管，别的国家的人我就不管。圣人的德不是如此。
就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，他都是平等的关爱，平等的照顾，这个就叫无为而成。必得学无为法，这个成才是真正的成。那么下面就讲圣人无为的这样的至诚之德，所做的那些事情也都是为天下人来做的。他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他的道德也是无穷无尽的。所以他这个博厚高明、悠久无疆呢，都是效仿天地，配合于天地。效仿天地的道德，也是他本性中自然而然的。所以说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。圣人的这个至诚之德，就是天地之道，可以用一句话把它概括，把这个道理说尽了，说彻底了，说完全了。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其唯物不二，不二就是专一的，物就是事物，做一切事情修这个成，都是专一不二，所以专一很重要，专一不二才是一心。其唯物不二就是做任何事情就专心的在那儿做。比如说，我们普通人求学，就是专心求学；办理政治，就专心办政治，一心为老百姓办事。做任何事情，都是专心的做那一桩事情，这就是专一不二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学习读经典，都强调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呢？道理就在这里。这个就是专一不二的效果，则其生物不测，不测就是不可以测量的。生物是什么呢？有圣人之德，对于天下人以及天下的万物，都能够让他受到圣人的教化，都能够让他学好，让他生存发展。如果办政治就办得天下太平。有生物这种能力，就使万事万物都能各遂其生，各得其所。不测，就是测量不到。天地之道是叫人测量不到的，就是莫测高深，就是指前面的。博厚高明来讲的，圣人之德也是如此。我们看在位的圣人办政治他的效果呢也是无为而治。比如说在尧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尧帝到外面来看，来视察，有一个老人激囊而歌，这个老人一边激着囊，一边在唱歌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太阳出来了，我就出来工作；太阳下山了，日暮了，我就休息。我的生活所需呢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我自己要喝水，自己开了井就有水喝；我要吃粮食，自己种田就有粮食吃。地利何有于我哉？我是自食其力的。那么天子，也就是当时的尧帝，对我有什么影响呢？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圣王办理政治就跟天一样，让那个老人，也就是下面的民众莫测，他感觉不到你的影响。但是实际上，它是自自然然的获益。其实你这个凿井而饮，这个井要依赖大地，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日出日落还是天的能力。你耕田要有气候在那里变迁，这都是天地的莫测高深。那么圣人办理政治呢，他也是利益万物，但是万物都不知道，觉得对他没有影响，这就是不可思议呀。你想也想象不到，说也说不出来。那么圣人办理政治，为什么让人感受不到他的影响呢？根本一点呢，就是圣人呢，他是自行化他的，他是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的，他把正确的做出来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在对别人产生影响，别人受到影响了，自己还没有感觉，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受到影响，这个就叫无为，无为啊而治。所以这个史书上说啊，经典上说，这个尧帝啊，他只是自己把自己的德行修养好，然后再任命贤德之人供给正南面而已矣啊。自己把自己做好了，又选择德才兼备的人在领导的位置上，最后就可以垂拱而治，天下的人呢都感受不到他的影响，感受不到呢他的存在，但是呢他自行化他所产生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。所以天地之道啊，就是一句话，其生物不测，它能够生养万物，培养万物，教育万物，而叫万物感受不到它的影响，是自然而然的潜移默化的接受了它的教化，这个是不可思议。所以后面呢就是称赞，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优也，久也。我们要学圣人之德，就要学天地。天地之道就是这样博厚，这样高明，这样悠久。我们就要这样去学，学成功了，这种道德就自然彰显出来，对别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对世间呢有潜移默化的利益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谢谢大家。